欢迎订阅娱乐小公举。李桂亨饰演的刘汉阳因为嗑药倒致精神状态不佳而迷迷糊糊的，所以叫小迷糊。与二舍六号房的狱友们相处时，行为也是各种可爱。日前就有网友把他在剧中的样子剪辑成了影片，大家就一起来看看小迷糊有哪些圈粉魅力吧。因直言不讳，专门被挨打躺播忌讳的多肉植物吃播酒窝可爱鬼撒娇匠人小迷糊学瑜伽，但是学不会容易生气，讨厌 Coist 讨厌刘大伟聪明，首尔大学药剂学秘密森林隐科场机智牢房生活，目前播至第12集。小迷糊也很认真的在戒毒中，连感冒药都不吃，也跟志源说了要他每个礼拜都去面会，真的每个角色都有助强烈的存在感，每集都温馨有趣，又让人引发省思，让人又期待这周的播出啊。更多娱乐资讯电视剧解读，欢迎订阅娱乐小公举，每日更新哦。